尽可能发育，即使对手露出一些破绽，自己也要稳一些。是的，继续来一个变速，12级直接站在中路附近，但是没有选择直接动手。东一币这边反而等我挂上之后，直接跟小粉从后面过来打一套，应该是要走掉了。泽烈加猫先到的呀，这波微波必须往后撤一下。想转火 light 吗？哦，猴子 W 技能上墙，看起来很危险，这样还可以。主要他还在这边。掉到身后了，微博这边的众人的血线有点差、啊、猴子没 W 的要交闪了，我有。然后这波一鸣哥这个 E 技能没有挂上，所以这个位置微博的阵型保持的还行、两边通过一只蓝 buff 准备要4v4了。这个时候这个黄金的沙冰戳 light 戳的好舒服呀，很痛，血线很差的话那只能走了。哦，那儿赢了17把，格温只赢了9把，泡泡直接泡起来了、第一天就还解到了一个虚弱闪现，直接向前伤害差一点点，猫直接上身了，反而 on 的位置有点危险，直接往后面拉。那可以就利用一个，哎，这里 on 没有闪现，自己有点危险。他在这边闪现柱子，再啃一下，但是不滴血，哇、哦，好准的泡泡，这波啊，你看骚粉慢慢的摸到上面，阿乐的血线很差很差。阿乐是有闪现的，第一时间两段 E 往后面拉开，哎。闪现直接接一，但这个位置看起来很危险啊！那个月塔的失败，好，这阿乐很舒服的拿到这个头。嗯，关键看这波闪现。是的，他身上是个蓝。啊，哎，这个是 OB buff 吗？还是我们刚才看起来好像那个距离很近，但似乎也帮。就第一时间不要给纳尔E的这么舒服。对。就 W 出来，然后现在那儿先到6级了，直接拍了一下，但这个位置应该不太好杀，又控了一下。哈赞也来，两边大家都在上路。一个眼睛点，先动一个先锋，上路有线权，选择要先抓一下阿乐。啊、阿乐闪现 CD 还没有转好，他选择直接往反向拉。开始绕，叫队友在旁边闪现大招找阿乐，阿乐把这变大不了的二闹天宫闹起来。但人头骚粉拿下也行。大陆啊，趁着骚粉在旁边，直接圣枪洗脸洗一套，把 Lat 给洗残。脾气暴躁很这个啊，受到脾气暴躁，左边超限爆铲开起来，平手接小龙还有命可知，蓝色方 LNG 是把这个小龙给拿下来了。同时 Angel 这个时候推进一层墙，推开了对位的东云币，哈赞也离开。骚粉没有闪现，这个位置好像走不太掉啊。不好走啊，这边泽烈减速到了，他能直接啃一口，这个位置骚粉是没有闪现的，最后一下 PV A 到。啊，不会亏太多。嗯。AD 领先一个大招，直接开打一个回马枪。而且当时他们也把中路的兵线处理完了，这个时候沙皇如果过来的话，他也会亏一些兵线。那这样前期的两个地图资源，峡谷先锋和小龙都是由左边 LNG 给拿下。啊！又是下路的对位消耗，哎呦，魔点中装开起来，三段直接找到幻风，幻风被逼出进化，两边换换技能。中路这边被戳了两下呀！啊，这个柱子。阿卡丽孙悟没找到，好像是贴脸没找到的样子。是阿义没动，差一点、能杀吗？直接反身一抽戳到了，巨魔小兵吸死了。哇、哦！孩子，野区你打赢巨魔没有看过谁的呀？而且阿乐也快到了，小粉开大招有闪现，马上变大了，快变大了。哎，是那个闭门羹，是闭门羹。看一下这波操作，阿义没逼中啊，有没有可能正好也是跟柱子配合了一下？嗯，就那个位置。哦，这里是云帝哥想去闪过去用 Q 打一个关键伤害，就差一点。嗯哼，哇，好拼啊！
最终一换局。充能完毕，小龙也即将刷新。这段时间双方要抢占一下中路兵线和野区的视野，他在又是圣枪系列，关键时候要去找打野。已经过半了，是这个小龙，我感觉微博是可以放的。就感觉微博尝试推中线去拿中塔就好了。是的，而且打着打着把自己给打大了呀，打大了，但是泽晒也半血了呀。双粉想找机会找 Light， 大大天空闹起来了，开出一手光盾，叫了波闪现，双招都消，超前爆闪开起来，再接魔点中招，三下定住双粉，双粉被定住了，双粉能拉开吗？阿卡丽上墙，感觉下一下又可以斩杀了，直接斩杀了黄鸡。哦呦，这一波在中路突然的又是一个大特，减四两个人，泽利直接收掉了猴子，旁边塔仔又隔墙给出了一手柱子，那这样可以尝试转手大龙了呀。这波小粉不在的情况下，微博只能放掉这个大龙啊。是的，泽晒的大招还差个十秒钟，这个时候他没有 AOE， 他需要再等五秒钟。但是打大龙速度很快，但怎么 LNT 已经要把大龙给 rush 掉了。这波第二件绿甲还真行，这场面对这么多 AP， 然后自己给加点回血。又是三段魔点中章想去找换风，两边的 AD 交换了一下血量。哦哟，又是个 W， 好痛，否则的话要被 Light 拉扯了，或者说拼。哎，这里想开换风，换风有双招的呀。换风身上被套了一手虚弱，是被定住，但是自己一开始的位置还可以，猴子又在侧翼埋伏，但是只能敲到他赞，不舍得用出自己的大闹天宫了。是这个位置虽然是有一波比较好的绕后，但是奈何两个人没有那种很稳定的控制。是，虽然猫咪后面控住了娜美，但是卢仙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可以输出的。又是借着巨魔的柱子打了一个长传激光穿到二，野辅有 WBG 的野辅现在状态都不是很好。哎，关键时候资源团之前的打野相遇。又是 W 的消耗，这次没耗到。这波阿乐还没变大就下来了。哦，走了呀，直接被收集者给收集了。骚粉直接去转塔赞，塔赞被二段推出转起来。骚粉吃了一个二段粉舞，猴子先倒，阿克雷进场，直接开了一手金身去开团。泽善盯上了 Light， 跟 Light 缠住在一起。泽善在屏幕的下方跟 Light 还能在一起吗？并不可以。正面的阿卡雷已经斩获双杀，吃了一下太阳圆盘的伤害，但是 Light 能够收割战场吗？差一下，最后一下，他几场都不到，被一个似乎是蓝惩戒给惩到了，然后没有办法去前面跟帅哥的输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塔一直立在这里，以及左边对于泽利的防守保护是很足的。是，这波阿乐想法是好的，但是没有太过于看自己的一个怒气啊，因为他知道帅哥在下路补线的情况下，他想开一个先手。就如果他这波推回来了，那感觉就是随便一跑。是的，但怒气差一点。最后苏云碧跟泽晒每个人都在战场的中心去拖，去输出。这一波只能说双方的一个单人现在太想去操作了，是一个人打多个都没有成功，就是这最后一下塔赞顶着太阳圆盘，我给你个蓝。然后这距离季后赛的下想抓阿乐，阿乐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的，战场瞬间被分割成两块，身上是有闪现的，直接交闪。阿乐交闪，但另一边的战场黄鸡也逃出升天，黄鸡的是没有闪现的，这个时候想帮红色方更多的人，想去找骚粉，这是关键的资源团的前期，但是瞬间蹲避太过冒进，跟卢仙打了波互换，娜美也倒，到了 Light 的周哥时刻吗？想去找黄鸡，站到末点争吵，要去找一下 Angel 成功的滑走，泽善这样被套了个关键性的虚弱，虽然说挡着 W 技能没有被排除，但是要被四个人所围追堵截， Light 正在接近暴走，大家可以顺势下路推进，有机会一波的。对面还有沙皇一个人，但是面对对面四个人，他一个人也很难去防守，他选择是先去处理一下中路的兵线。LNG 立自己的季后赛下一轮，包括最后一张 S12 的预选赛门票越来越近，现在只有 Angel 黄鸡复活出来，但是面对挂着猫咪的四个人， Angel 恐怕要被堵在角落，一顿胖揍，自己开出了一手金身，阿乐正在等他一个 W 技能，直接将其收掉，那我们要恭喜LNG， 恭喜 LNG 拿下今天的一个标五。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玉。恭喜苏州 LNG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杜英碧选手，先要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LNG 中单杜英碧。好的，欢迎不恭喜你们又啃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标五了吗？今天也是状态拉满，还获得了二连的 MVP， 觉得队伍今天表现怎么样呢？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快的一个状态的回升？我觉得我们季后赛的状态其实越打越好吧，越来越好，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想赢吧，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整体的表现其实前面春季赛也好，然后夏季赛也好，打得不是特别好，然后主要是春季赛直接被 TS3-0 了嘛，输得有点惨，
看，今年我们下一赛不想再这样子，所以可能大家都非常努力，比以前更认真一些。现在也是越战越勇了，那我们来聊一聊 BP 方面的，因为今天前两把在蓝色方都是一选下了猪妹嘛，这个英雄其实在上路会出现的比较多，但今天都是打野位，后面也被打上了班位嘛，为什么优先级这么高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队伍比较跟别的队伍不一样吧，有特点是有特色，因为猪妹首先我们上路跟打野都玩得特别好嘛，阿乐的猪妹也好，他的猪妹玩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主要是猪妹可能咬到打野的话，中路能选的 ED 中路有点多，什么永恩、亚索、克烈、刀妹、鳄鱼、梦魇这种东西，因为我比较喜欢玩这种 ED 中路嘛，所以他们也搬不完，所以我们可能是准备了前段时间准备了一些这种黑科技套路，然后可能今天效果比较好，后面就上了班位，也可以看到确实打出效果了。那从整体的阵容来看的话，因为可能常规赛的时候整体的平均时长都是比较长的嘛，会比较喜欢把比赛拖到后期，阵容也是偏后期的，但现在好像会选择去那种前期打开节奏的阵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前面优势很大的，不管是打弱队还是强队优势很大，然后我们就来了一波奇怪的团战，比如说小龙团直接被团灭啊，或者什么大龙突然动了一下然后喷了又不打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很奇怪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选到前期阵容之后，我们拿到优势，后面就是中后期我们自己送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点不敢选，但是我们后来打准备季后赛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样子可能走不远的，就是不能跟常规赛那样，我们季后赛还是要多练点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多多尝试新的东西吧，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当中。那第一局的时候你们是选出了卢娜嘛，本来以为你们会主打下半区的，但是好像三番五次的来到上路 gank， 感觉抓了很多次嘛，是赛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去针对一下吗？只能说下一个对不起，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对面葛温的时候，葛温是不带闪现嘛，一般都不怎么带闪现，然后看到他是点燃加 TP 吧，好像都没有疾跑，所以我是看到他有点想抓有点想杀，后面是还有一个是有点想帮阿乐吧，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第一场我们季后赛第一场嘛，第一场打的是冰 BAG 的冰，第二场是要打下一个都是在 OPL 算是特别厉害的，特别对线特别强的选手，所以这两场都是比较想帮上路，所以帮的比较多，确实也达到了效果。那第二局的话也算是顺风顺水的赢下来了，前面有一波在峡谷先锋那里一波帅气的三杀，那波其实看起来还是蛮势均力敌的一个状况嘛，为什么能够拿到那波团战的胜利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对面辅助是先到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是能打，因为狐狸先过来就谁来谁死嘛，先秒一个猪妹加永恩先秒一个，然后后面就看看他们还敢不敢接，他们如果敢打我们就继续打，因为永恩猪妹前面打起来比较厉害，其实少个人也有机会打的，只要秒掉一个的话。那第三局的时候对面是选出了亚索这个辅助，你没有想到吗？觉得这个就是走辅助位怎么样？这个英雄其实问选手选什么英雄，我觉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其实连自己的队友都不知道他会选什么英雄，因为他比较所以选到亚索之后我们觉得是有点可能我们这把已经很轻松的拿下，没想到其实亚索永恩加亚索加猴子加塞纳团战特别猛，我有几波团都是有两波团是被秒的，后面觉得这个有点难处理，其实挺帅的也挺厉害，挺厉害的，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那第四局的话也算前期比较平稳，应该是三局里面最平稳的一局了，在二十几分钟的时候那波以为 Soften 开了一波很好的团战，但是好像后续通过你的操作直接打回来了，然后还拿下了大龙嘛，那波是怎么去操作的呢？我觉得第四把其实阵容选出来我们就等对面开团就行，我们想先手其实有点难，我们因为我们中单是阿卡丽，上路是巨魔上路是纳尔，然后打野是巨魔嘛，我们想先手其实特别难的，但是我们反打能力其实不错，因为他们先手的话巨魔有 E 啊，我有 R 什么的，然后还有泽利加猫嘛，所以我们就等他们开团，其实我觉得那波是他们给我们一波机会吧，因为我们是本来就不好开的，执行力也是拉满了。今天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下一场要对抗上 V5 了嘛，在常规赛的时候还是稍稍有一些可惜的，那下一场有什么期待吗？下一场其实我是相信其他线都是那五五开啊，我对线上都有优势的，就看我中路自己吧，毕竟面对是一个 rookie 选手嘛，压力有点大。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场比赛，再次恭喜苏州 ANG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谢谢姑姑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精彩的 spotlight。没事，葛温进来我就打葛温，你就上来打。他的，好，打集中，集中，集中。他没大了，没大了。OK， 集中，集中，集中。哎，有一个人要不要出去？不不不不不不不，感觉不用，感觉不用。他们没打野，他没打野，没打野就打完。葛温关兵力，那个。葛温，我看到。先秒葛温，先秒葛温，先秒葛温。别别，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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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阿乐回来要回来。
我走了，我走了，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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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龙，吃大龙。哎，再看一下我吗？慢点可以，慢点可以，慢点可以。先走，先走，先走。看我，看我。看吗？我也进了，我也进了，我也进了 ，AD 我也进了 ，AD 我也进了。没事 ，AD 没事 ，AD 没事。上了一波，上了一波，上了一波，上了一波。我踢，我踢。哎，别让清，别让清。我踢，我踢，我踢，我踢。干他，干他，干他，干他。我来，我来，我十秒到，十秒到。偷窥一波吗？哎，上上上上。来来来，看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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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阿乐能偷时间吗？那脱不了了，没事没事。我也没的，我也没的，我也没的。喂，我也没的。我们是少个人的，注意啊。我也没的，我也没的。你们能看吗？这里。来来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就看这个。喂死了，喂死了，喂死了！你们随便。可以操作，可以操作。杀 AD， 必须杀 AD。没杀 AD， 没杀 AD， 没杀，随便杀，随便杀，随便杀，慢点慢点。OK， 没杀，不准没杀。你们看情况，中中路推中，这个这个这个，推中推中，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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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一波应该可以。啊，安心没野。可以，我可以打过谁？我可以打过谁？一波一波，慢点慢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我看到，看看看看看，阿克列斯，阿克列斯，阿克列斯，巨魔没闪，巨魔没闪，巨魔没闪，慢点，哲理，慢点追，那哲理，哲理很猛的，慢点追。没事没事没事，小心身体，小心身体，大龙，大龙，腿中大龙，大龙，直接追大龙。巨魔没闪的，他们这波，我的好大呀，手。哎，这，上，向下分，上没闪，上交闪了，哲理大了，哲理开大了，哲理开大了，开。直立交闪，直立交闪，没没没星了，没星了，没星了，等等等，我慢点慢点，好，看看看，这里没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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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阿凯利，阿凯利，阿凯利，阿凯利！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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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nice， 下把下把，全本加油加油下这把 ，nice 压缩塞纳，要看吗？卢西亚没闪，卢西亚没，这慢点慢点，能赢能赢能赢，血瓶血瓶。随便随便，真的真的没事，真的没事，真的没事，真的没事。我来我来，格温在这里。没用没用，格温没用，格温没用。集中集中，冷一波的，冷一波的，集中。退，杀人杀人。先杀人先杀人。冷一波冷一波冷一波，可以可以可以，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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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秒。给我奶给我奶给我奶。OK OK。还有大吗？没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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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没大没啥。你们推大你们推大你们推大，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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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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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OK。nice。nice nice。OK